一次，我们有一位总总副部长林冠霖所签名的五把，一次是200块。哎，在这之前，我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，这一次五把可以讲得来不易，因为各位懂吧？这一个从构思到制作出来，应该花了近一年的时间，大家。50块，哪里？有没有？
我了。1000块，1000块，问你我吧，1000块，第三次叫价就到1000块，这一次可以飙到5000吗？我不知道。接下来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比1000块更高的费用吧？如果好
多一个抱抱，算一下，总共多少钱？接下来